主料，雪梨一个，大米80克，小米80克，辅料，水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所有的食材，大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，小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，梨小皮切成小块，梨块放入锅中，倒入适量的水，先大火煮，煮开后转小火，煮至粘稠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你要冷水下锅，这样米粒才能充分吸收水分，煮出来才会绵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